公子，庄外有人求见。让他进来。你就是公子卿？是。听说你打败幽藤四少？对啊。那是不是只要我打赢了你，就是天下第一了？哼，你少废话。你的剑怎么这么快？我的剑是用来杀人的，不是给人看的。我不想骗你了，那天你快死了，我救了你，可是你现在也不是一个活着的人，我需要每天给你喝别人的血，你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。那你的意思是我现在是个活死人？你现在肯定恨死我了吧？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，怎么会恨你呢？可是我们这辈子都要躲躲藏藏的，你本来有大好的前程，你又再也不能过你想要的那种生活了。天下之大，总会有我们的容身之处。你来了？怎么是你？你和他
平时就是在这儿见面的吗？你就不好奇我是怎么知道这儿的？我把他怎么样了吗？说，你到底把他藏哪儿去了？这你就不用知道了。但是，他再也没有办法对你笑了。他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你这张脸。你变了。不是你，不是我，是你把我变得不人不鬼的。你现在眼里只有我。